我要拿冠军。你好，搜索人。那我等一下。林逸阳在前面，本人真帅，绝不是修图搜出来的。啊，真的吗？那我想跟他合照，行吗？我觉得签名应该没问题，但合照选，我刚问他，他摇头说抱歉。我估计啊，不想合照。啊，好可惜啊。嗯。洗手间有人吗？我听空姐聊你了。哎呀，听说你不喜欢合照呀，那签个名吧，就在这儿吧，可以吗？再闹亲你了。上厕所了。您好，需要喝点什么？不需要了。这位女士，你要喝点什么？我怎么还没睡啊？不怎么困。今天的比赛也是给你的，小葵。你居然还记得？当然记得。记得某个傻姑娘第一次上职业赛场赢了比赛，带着全场的目光跑向观众席，不管直播镜头，也不管未来如何，就牵起了一个观众的手，想把自己最珍贵的东西、最荣耀的时刻分享给那个观众。那个观众始终记得，从未忘记。哎呀，我心跳有点快。感动吗？我一直被你感动。世界冠军。马上就要到了，我们认识的地方。这次我要拿冠军。
了。